先感谢学校的安排，教育中心的安排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来谈的题目叫做让世界充满爱啊。我想佛教大概就是以这个为主题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生命，特别是人，都是因为有爱才能够成长。就像我们从妈妈的肚子里面，然后不断的在培养的当中啊，也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很需要被爱，所以我们更了解其他的生命也需要被爱。哪怕是一只小鱼、小鸡、小鸟都是一样的啊。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，真理告诉我们，凡是存在在这个世间的一切生命都不能够离开其他的生命而存在，也就是说我们谁都不孤独的，因为不能够离开其他。各位的生命不离开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的生命更不能够离开其他的生命，包括老师、包括医生、国家、政府，一切一切，包括各位现在读书，将来大学毕业，你不能够离开整个世界啊。那么国家、政府、外国的老师，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乃至研究所，都有不一样的老师，乃至就算今天我们晚上刚刚从那个地方来哦，感谢车子载我们来，感谢坐公路的人，感谢有那些保护我们安全的红绿灯啊。所以离开这一切，没有生命可以单独生存。首先我们希望帮助自己之前，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方法才是真正的帮助自己。尤其我们在学校里面作为学生啊，我想学生在我的定义，学习生活，学习了解生命的意义，学习了解生命的目的，乃至所谓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们说哦，我是个生命，我是个生命，但是基本上这个我是个生命这个观念不见得是正确啊。为什么？应该讲说我这个生命不能够离开其他的生命而存在啊。我们穿的鞋子泰国来了，你的衣服可能是哪一个国家的，离开太阳，这些花没有太阳不能够活，人类没有太阳更不能够活。所以太阳是我们身体外的心脏啊，水是我们身体外的血液，这块土地更是像妈妈的肚皮一样，我们在这边成长的。所以我想知识跟智慧是不一样的，智慧是必须透过一个冷静的观察到真实存在的面貌，你就达到了一个智慧，然后你就了解了，哎呀，我跟别人的关系，我跟众生的关系。那讲到这个地方，很多人会再去研究，尤其中国人很喜欢算命，为什么同样是人，命运、资质、能力、讲话、思考，为什么每个人他可以造曲造得这么好听，为什么他唱歌，为什么他声音比我那么好听，为什么他身材比我好，为什么他皮肤比我白，为什么他眼睛这么大。那么这些因缘是怎么样创造的？难道是哦，就是我爸爸妈妈把我生成这个样子了吗？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世界充满爱之前，应该先讲一个题目叫生命的工程师啊。我们如何制造自己的生命，在我们佛教来讲我们叫修行。修行叫什么？修正行为，改变命运。我想各位现在会使用电脑了，然后电脑里面的软体，乃至现在看 DVD、VCD 所播出来的声音影像，这个不是一个巧合，这是有之前的因缘条件，如何去灌这个软体，如何去啊做这个片子。但是各位你再想想看，你每天在思考，你的思想，这个思考就引发你讲话的行为、声音，乃至这个思考就引发你的身体的行为，乃至你这个身体的行为对待社会的样子，那
这个就是一直在制造的一个基因生命的软体，这个软体就产生了你现在所谓的出生的种类，人啊，升天啊，做畜生啊，乃至下地狱啊，这不一样的生命的种类，乃至同样是生命的种类人啊，每个人的支持能力不一样，有些人天生成绩就很好，有些人天生唱歌很好听，那这是为什么？我讲各位呢，这才是我们要了解生命的原理。如果你了解这个，你就知道如何去改造自己的生命，那进一步如何去帮助其他的生命。比如说刚刚居士菩萨开车带我来，他跟我说，师父，旁边是一间医院哦，啊，这个医院哦专门在帮人家啊医治病苦啊，这里面的很多学生啊都是读医学系，可能这个医院是他一个临床实验的对象。我讲到这个实验，我心中都动动，实验了白老鼠啊，这个实验这个不能做假的哦，你要真能够医他才行啊啊。所以我记得我每次到医院去，只要那个医生不认识我了，他就跟我说，师父啊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师父的病啊，都是来自于没有吃肉，还不吃鸡蛋，所以呢啊，这个营养不良，如何如何如何，所以你们最好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我那个时候我讲，医生是个有知识的人没有错，但是他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，因为他叫我这样去做，更会伤害到我的生命，甚至会让病人更短寿，更容易死掉。如果他没有真实的智慧，他只有一个世间的知识的话，甚至站在我们的教育里面，一个人的生病，有些病并不是你真正的是开刀了吃药就会好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命有不断的轮回，各位有听过啊，就叫鬼神病。因为你杀死了一只狗，这只狗啊它舍报以后，或是你杀死一只小动物，他生命有轮回，他可能现在成为一个意识形态，这个意识形态如果是不好的可能叫鬼道，但是他就会侵犯你的身体，这个侵犯你的身体你怎么医，你用什么方法医都不可能的，除非你能够啊把这个所谓恨你的这一个意识形态把它给啊化解掉，我们叫超度掉，他离开了你。所以我想科学不见得能够完全了解，比如说这杯水，我叫一个科学家去研究，说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，你研究看看，结果他研究出来最多没有啊，水就是水啊，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我告诉他这里面充满了爱，他说为什么，妈妈的眼泪在这里面，你检查不出来啊，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，所以在你身上里面的很多生命的成长的这一些特殊的情况，首先我必须跟各位啊报告，生命的啊形成的原因是如何，并不是所谓啊上帝佛菩萨在控制我们，乃至所谓风水八字在控制我们，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，什么都是你自己造就成的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在佛教里面讲啊，叫业，事业的业，这个业就是一个有意志的思想所讲出来的话，所做的行为，以及你对待别人跟对待世界的六个字，行为反作用力。我对你笑你就对我笑，一个长得漂亮的是从哪里，因为喜欢笑，就这样来，我今天一个人笑大家都陪我笑，给人家一个很好的感受，你的行为基因就造成，因为你的脸长得好看。一个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得好看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眼睛不瞪人家，这个眼睛看到什么都很高兴，所以反作用力，你的眼睛就特别的迷人。一个人的身材为什么比别人高？因为这个人很谦虚，不骄傲，看到老师，看到长辈，他就弯腰很敬礼，所以他的基因特别高。各位，这很重要，因为你将来会结婚，
如果你是个男生，这辈子只有160公分，你希望你的儿子最好180，免得老爸的自卑还在儿子的身上。啊，那你现在就要改造了。啊，如果你是个女生，你也希望你的女儿长得像模特一样的漂亮跟美。那你现在怎么去制造？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是真理。那你希望你的儿子比你更高，那你从现在开始就要很谦虚，啊，看到别人要很尊敬，甚至有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，这样子的恭敬心，那你的基因生出来小孩子就高大。你现在天天像前面摆的这么庄严漂亮的花，啊，乃至呢，新加坡的特点就是整个城市很美丽，不管我们走到哪里，就让它更美一点。但是最简单的美就是你的脸，天天笑，看到别人就给别人一个很好的感觉，然后你会发觉，哦，你生出来的女儿又美又有人缘。你希望你这个声音很好听，唱歌很好听，啊，人家很喜欢听你讲话。那从今天开始不要骂人，从今天开始都讲好听的话，甚至从今天开始，那么送好听的音乐带给人家听，制造这种哦，让别人听得很舒服，然后你的声音就会特别好听。这个在佛教里面呢，就叫因果，种什么因得什么果。所以我想，我们每个修行人就是在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这个非关宗教。你希望将来更有钱，那很简单，送来什么钱，多帮助贫穷人。你希望你将来住的房子最好是个别墅，好几栋的别墅。虽然你现在家里很穷，但是很多有钱人啊，除了他努力工作，他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这么有钱？很简单，人家要盖医院，人家要盖教堂，盖所谓大众使用的一个好的空间啊，包括这个礼堂。那么你也布施了，你也参与了这个功德。就算你没有出钱，像我一进来，我马上，哎呀，这个讲堂啊，这个礼堂啊，看起来好美哦，好庄严哦。各位，这马上功德，在我的内心里面就种下一个美啊、好啊的基因。那么我将来啊，所处的环境都会好一点啊。你希望你将来开的车最好是那个走起来都没有声音的，很安静的。那你要怎么做？哦，多造桥铺路啊，让路上的坑坑洞洞都没有，你将来用的就最好。你希望你的皮肤很细很细啊，没什么皱纹，多扫地，老师一走进来就给他铺地毯啊。你希望你的皮肤很白很白啊，多点灯，哪里的灯坏掉了我们主动修理啊。那各位如果了解这些原理啊，啊，你的鼻子不好，哎呀，很简单，多点香，甚至买最好的香水拿到学校的厕所里面来，每个人一进去了，哎，好香啊，你的鼻根自然就香。你发觉你这个人，哎呀，大小便不太方便，有问题，那长痔疮，那你把最好的卫生纸送到学校的公共厕所来，每个人都使用。各位，这很简单的方法，我们在修学佛法就在修这个。因为我要改造命运，不但我自己要得到快乐，我希望别人得到快乐。哦，我希望我这个人啊，做什么事大家都认识我，有知名度。那知名度从哪里来啊？送人家音响啊，天主教、佛教有大钟，大家听得到了啊，就把这个呢，哎，人家做个大钟，我也要布施10块钱、5块钱啊。眼睛不好，送人家眼镜、眼药水；爱感冒的人，送人家毛衣、围巾。啊，爱生病的人送人家什么药？啊，你胃痛，你要多买一些好的胃药，别人帮你吃药，那你不用胃痛。啊，这种原理，哎呀，非常简单。一个人为什么腿会长，可以打篮球？像各位现在在听我讲话，一定很专心，脚不会乱动，就是专心听师长讲话，脚长，然后把听到的内容很热心的告诉其他听不到的人。那更长啊！一个人为什么手长？因为他经常写对别人有利益的文字给别人看，所以手就长。
所以说，如果你了解这种原理哦，行为反作用力造成的基因软体，那么你就一直在制造你自己。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制造自己啊。很多女生希望她的头发乌黑流亮，怎么办？多擦窗户，擦亮一点就好了，你头发就亮了。很多女生喜欢五官分明，最好是双眼皮，她从哪里来？公共厕所的那个玻璃那个镜子大家最喜欢照了，你就特别天天去擦吧，每个人去照了，又光又亮，然后你的皮肤哎就越来越亮。各位，我讲的这个是真理啊，这就是我们一辈子在研究的改造生命的方法。而进一步研究到知道说为什么他会活到100岁，他只能活到20岁，为什么他会车祸，为什么他会生病，为什么他的意识啊，能够投胎到天界，他为什么会投胎做鬼乃至做猫做狗？同样做狗，又纯白色的狗跟纯黑色的狗，那么他们各造的基因是什么？这些就是在整个所谓啊一个觉悟的智慧，透过这个觉悟的人释迦牟尼佛啊，他觉悟了这个智慧以后，把这个原理告诉了我们，然后我们拿这个原理去观察，哎，真是如此，去实践，哦，也改造自己的命运啊。所以你希望快乐，那你就制造给别人快乐。你天天讲笑话给别人听，你会发觉你很好睡觉。你给人压力，给人刺激，那你晚上就睡不着觉，甚至忧郁症。所以各位讲到这个地方很重要。那这个世界谁对你最有恩？但你要小心哦，你的爸爸妈妈生了你的肉体，用尽一些办法去赚钱养育你，给你方便。如果你让爸爸妈妈伤心，那你这一辈子都不太会笑，悲观。啊，你让爸爸因为你烦恼吃不下饭，你这辈子都是慢性病，医不好。啊，甚至呢，你将来赚了很多钱，也不懂得孝顺爸爸妈妈，甚至不照顾他老人家的身体，那这一辈子贫穷。同样的钱去买东西，人家买到好了，你就买到不好的。啊，所以各位，不管你将来做什么行业，哦，你将来是盖房子，你把每一个房子都很道德的把它盖好送给别人，那你将来随便买个房子租的房子都用到好的。这因为每个人在知道这样子的自己的基因而造成的结果。比如说前一阵子啊，我们过去新加坡也流行过非典 SARS， 很多人都怕，但是如果你了解因果，你就不用怕。就像这一杯水哦，是汽油，这一杯水是这个是水 SARS 的细菌来了，这个细菌这个代表火，碰到汽油就燃烧起来，因为你身上有汽油，有得到 SARS 的基因。为什么？你喜欢吃海鲜，你喜欢吃那个活活的动物，甚至稀有动物，所以这叫一种动物的反扑。但是如果你这个人平常不喜欢杀生，尽量的减低，那它跟你没有缘，因为你是水，火碰到你就消灭掉。所以简单来讲，一个人命运好不好，我们不能怪外面的世界，而是怪我们自己是这样子的基因。我今天在这边讲话，我不能怪说各位你为什么不听我讲，原因出在我，因为我的声音不迷人，我的内容不好，我努力的唱歌你为什么不听啊？因为你唱的不好听啊。所以原来世界是自己造成的。各位如果了解这些哦，那我们每个人一定要好好的关心自己，爱护自己。为什么班上有第一名的人，那你永远成绩很努力读也考不了第一名？为什么？你不尊敬老师，你乱丢课本啊，没有尊敬很有智慧的人，你生下来天生就不太有智慧啊，别人看就会，我们不行。所以各位如果了解这些原理哦，那我们首先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反省。但是各位如果要反省你的生命，从哪里开始呢？看看你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你自己。为什么？同样思想行为的人生在同一个家庭，物以类聚啊，爸爸秃头，你到那个时间自然就秃头，妈妈离婚，你身上也有离婚的基因啊，爸爸是个公务员，那你将来从事公务员的工作很容易找到这条工作了啊。所以走路
声音、思想、命运，很多时候你可以从你的祖先、父母去观察，而且这样的基因会不断的重复。啊，妈妈在40岁的时候死了爸爸，然后换了你了，你这个女儿，你结婚到你40岁的时候，爸爸你的先生又死了。啊，爸爸往生的时候，刚好家里只有两个小孩子，你跟你弟弟，你会发觉，当你嫁出去到40岁，你的生了一个儿子，生了一个妹妹，先生又走了。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原理，赶快去改造，这个事情就不会再发生在你女儿身上，就一直这样下去。啊，所以各位很简单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猴子不会生出狮子，狗不会生出猫，狗就是生狗，猫就是猫。所以我们不希望一辈子做猫，我们不希望一辈子做一个不好的。那你了解这原理，那你就很尽力来改造。所以让你的生命除了没有痛苦，让你的生命更快乐一点。所以首先各位要得到一个快乐，那首先就要注意我们对待别人的行为。啊，今天我在这边讲话，各位呢就算听不懂也装得很认真听。啊，然后呢不时还微笑一下，啊，很好很好，好像很好听。那以后呢，你只要讲话，哎呀，你家里的人，你儿子啊，都好喜欢听。啊，我现在在这边讲，你都装了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，要打瞌睡的样子。以后你跟你老公讲话，他早就睡着了。所以各位，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这种行为反作用力各位抓到了，那你今天在这个学校里面，学校这么多的同学，这么多的老师啊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种最好福田的种基因的时候。哦，我希望我头脑比以前更好一点，那我现在说送一些好的书给人家，或者我到图书馆去做义工，甚至我在上课所听到的讲义内容很好，我整理的很好，我特别的 copy 给每一个同学，那么每一个人看到这些讲义很快的理解，那你考试永远第一名。啊，这里面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乡下在比赛那个种玉米，各位知道玉米比赛啊，结果有一个农夫得到了第一名，得到第一名以后啊，他就把那个玉米的种子送给其他的人，他们就很纳闷啊，你送给别人，万一别人的品种比你好，你怎么永远做第一名？他说你真笨啊，我把最好的品种通通给他们，那他们的花粉啊，一吹到我的玉米田，我感受到都是最好的花粉，所以我生出来的玉米还是永远是第一名的。啊，所以各位，原来自私是最伤害自己的了。啊，你要是为别人想，啊，天天为别人想，女生你希望漂亮一点，那怎么办？多送人家漂亮的衣服。啊，那你希望啊这个漂亮还被人家尊敬，那多送两件出家衣服给和尚穿。啊，那出家人穿这个衣服啊，就代表一种绝对的尊贵跟尊敬。各位，如果你有到印尼去看了，印尼的女人比我们新加坡的女人就幸福多了。为什么？家里7、8个工人，有煮饭的，有买菜的了，有开车的了，有照顾小孩子的。啊，在新加坡你要有这样的工人还不容易嘞。啊，那佛经说，为什么一个人啊，有这个福报，这辈子不用下厨房呢？送出家人的袈裟，还是送这一些，包括你学校的老师，老师对大家的力量很强，来布施这些很尊贵的人东西，那你就想那种尊贵的生活，有人服侍你啊。所以男生你希望跑步跑快一点，送人家布鞋啊，眼睛，任何一切你都懂得这样去改造以后，那各位了解这些生命原理，刚刚讲到医院，哦，我们希望我们这些病人大家更健康一点，希望他的病赶快好一点，好起来。那除了医生的这些技术跟药的力量以外，最主要我们做的是什么？反作用力学的，帮他救生命。喉咙不好的，我们帮他救两只鸡，因为鸡要被咔，让他不用被这样子。呼吸气管不好的，我们帮他救几只鱼，这个鱼在那个水族箱里面已经准备要被杀，空气又不好，赶快给它放回大海里面去。啊，各位如果了解这个原理，你可以帮助你的家人改造他的体质，因为从我们的家人身上就知道，因为他特别喜欢吃什么，所以他现在就犯了那种病，很痛苦的病。
就像我记得我在马来西亚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人叫穿山甲人，这个女生很痛苦，全身那个皮肤啊一直脱壳，像穿山甲一样，跑到台湾啊，台湾呢免费的想尽办法一直帮她医治。后来他们给我讲这个故事，我说哦，还真准确了，因为当他的妈妈刚怀孕的他那一刻，刚好他爸爸到田里面，大家去种田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只穿山甲，这些男人追哦追穿山甲，结果这个怀孕的这位妈妈还很有智慧，因为那个穿山甲跑到洞里面去，他们这些男人抓不到，他很厉害，他就拿了一把稻草，然后烧火，用那个烟把它放到洞里面去，然后让那一只穿山甲受不了跑出来，大家抓了就给他杀掉。啊，他们抓到穿山甲，结果呢，她怀孕那个小孩子就是因为基因这样又改变了，生出来就是那个穿山甲人。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啊，很怕看他就很倒霉啊，杀穿山甲，那个小孩子就是穿山甲来投胎的，啊，来报他仇了，让他这个妈妈一辈子痛苦。啊，所以各位，我想这一点很道理，很有简单的啊。如果你今天不管做什么，对这个社会对人很好，你生下的小孩是来报恩的。我几个同学做律师，很出名的律师，几个同学都做很出名的医生。做律师的一个同学生出来的儿子低能，很自卑，他不敢带他儿子出门，这是唯一的儿子，脑筋有问题，低能，在家里还是乱吵乱闹。我这个同学有一天心情很不好，打电话给我，哎，你现在出家了，人家叫你师父啊，我这个烦恼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了？啊，我说我没办法帮你解决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原因，然后啊，你就会改变你的心态。为什么？我说你现在赚了这么多钱，做律师也不见得要赚这么多钱，因为你用你的聪明才智、法律漏洞，帮那个跟本来就应该判罪的人，只要给你多少钱，你都可以把它转成没有罪。这样啊，你捞了很多钱。啊，但是各位，我说你的基因就在你身上啊，这种不好的基因你一直制造，物以类聚，你怀孕的时候就感召一个不好的这样子的基因来。啊，就像我在监狱里面前面告诉那些受刑人，你年轻的时候去强暴女人、欺负女人，你以为没事，这种基因等你去怀孕生小孩的时候，你那个小孩子一生下来就是那种性有问题，甚至被强奸的、被性虐待的。啊，因为你自己制造的基因就感召到那样子的行为到你家，那你必须受这样子的苦。啊，所以我想尤其各位现在年轻，如果你现在在谈恋爱，哪一天你真的对这个男人、这个女生没意思了，那你也要很客气的，尽量减低伤害的，啊，那么跟他聊，